昨天我去买东西，无意间发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你绝对没去过。啥神秘的地方啊？能有啥呀？走吧走吧，带你看看去。我咋不知道这一片有啥神秘的地方啊？去都知道了。你莫一干什么？走呗。走，你比我还瘦了。你村儿所有人家我都去过。快点把小孩子放上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不是都到俺母校这儿了？咱们现在到了。哦，我带你看俺母校吧。你看俺学校这两棵梧桐树了没？嗯，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梧桐树特别的大，都是四五个人，然后搂都搂不过来。我每次给别人介绍我的母校，我都说俺母校门口有两个大的梧桐树，然后四五个人搂不过来。但是我现在一看，其实也没那么大，这咋回事啊？油菜花多好看！你不也是想带我来看油菜花的吧？不是，还在往前。油菜花油菜花好美的油菜花。到了。哪儿啊？你看。哇，好多桃花呀。好看不？好看，好漂亮啊。我那一天无意间经过这儿，然后我看见了。你不知道吗？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。好看吧？我以前走这过，咋没发现呢？没注意。可能是刚开了花。哦。好看不？好看，好美呀、啊！咱们进去看看不？走。呀。你。好美呀、啊！锁着门了。我进不去、啊。我上次进来没锁门。哦。锁着门了。太可惜了。嗯，好浪漫的地方，跟那个电视剧上十里桃花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。是啊。那里边好像有个人像嘞，咱不喊一下看他能让咱进去不？别喊了别喊了，应该走路的地方没人看见，得有点事儿。开了吧，下回开门了吧，下回开门我来看看。行，你上一次来开的门了是不？哎，上次我进去了。那咱下回再来吧。需要看里边，里边都是。你这话客气了。十里桃源。嗯，想进去看看。遗憾。下回再来吧。爸爸，我给你爸爸。回去吧。走。